啊，欢迎欢迎，请坐请坐，欢迎花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现场的朋友们，欢迎一下我们花花啊！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来，花花先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来打声招呼吧。好嘞，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欢迎欢迎花花啊！花花还是比较腼腆的，是不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开心。我们看到粉丝朋友们啊，都已经疯狂的来刷起我们的评论来了。那我都知道啊，咱们的粉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位火星人啊，真的哦，是的，真的非常开心今天见到花花。那所以呢，我们也是会非常的亲切的喊您为花花。今天呢，也是代表我们直播间的非常多的粉丝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也是。再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挥挥手打声招呼好不好？好，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跟大家见面，然后也谢谢乔乐兹的热情。谢谢乔乐兹的热情，也谢谢花花的这个热情参与啊。那我觉得这样子，花花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那么的热情，我们要不直接为大家先送一波礼品怎么样？哇，好啊，太好了。 OK， 没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马上要为大家来抽取到的是什么呢？抽取到的是我们乔乐兹花花签名照一张，抽三位幸运的朋友。哇，真的是非常棒。那么想要我们乔乐兹花花签名照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输入到我们的正确口令啊。这一轮的口令是巧探花样滋味，口令一定要输入正确，也就是我们在身后可以看到今天的主题咯。好，那花花，希望我们有很多粉丝朋友都能够拿到您的这个签名照，好不好？好呀，好。好，那来给大家一些的时间哈，来刷起我们的正确口令，口令就在我们的身后咯，就是巧探花样滋味。注意啊，这个滋一定要输入正确，将会为您来送上到的是我们的巧乐兹花花签名照一张，一共有三个朋友。那在我们抽取之前，先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规则哈。首先，您需要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二点，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完成我们的下单喽。您越早下单，参与啊，我们抽奖的机会或者说中奖的概率可能会越高了，对不对？好，那我看到大家已经刷起我们的评论了，这样子好不好？花花，您来倒计时五个数的时间，这一轮我们是等于是无门槛的，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好，所以为大家来送福利了。好，来，花花准备一下，好不好？好，五、四、三、二、一。好，来。由上往下数，我们来给花花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巧探花样滋味啊，由上往下数，一共是三位朋友，口令输入正确。哇，前三位朋友，好，这一位是 JD 啊 ，CXL 尾号，还有小镇里的呱呱火，好，以及我们的下一位是 U 杠啊，尾号是 M5Q 的朋友。以上的三位朋友，非常的恭喜你们中奖了。那当然，如果说啊，您已经中奖的话呢，记得在24小时之内呢，联系到我们的客服，联系到我们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的客服，给到您的相关信息啊。那么也是暂且的，非常的恭喜喽，花花，我们一起恭喜一下好不好？好，恭喜恭喜恭喜！好，那当然，花花啊，我们都知道啊，今天呢，您在这儿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但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啊，巧乐兹冠名的萌探二第一期上线的日子，对不对？对。那想问一下花花，不知道咱们在录制萌探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或者说难忘的事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吗？好玩的是挺多的，因为大家就是应该已经看了先导片了吧，然后估计现在应该更正好播第一期，然后嘉宾都非常的有趣，丹丹姐呀、然后还有依山、杨迪、沙溢，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好玩，对，然后再就是这个节目的内容也非常的怎么说，就是一边热闹一边又要探案，然后还要分析，整个感觉就非常的怎么说，套路中带套路，对，不断的要动脑套路大家，其实也还挺难的，对，要边玩游戏边套路，好像一关
接着一关，像开盲盒一样。对，有点像开盲盒一样。对，哇，真的是，那花花应该玩得非常开心吧？我玩得非常开心了，非常开心。对对对对，您玩得非常开心，我相信所有的伙伴们玩得非常开心，包括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看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对对对，是的。好，那当然啊，今天我们刚才花花有说到，我们这一季呢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啊。其实我要举个手，哎，我想问一下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啊，我是第一季的粉丝脑单，而且已经去下单了。是的，那也希望今天花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能够玩得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小乐兹的直播间当中玩得开心。想要问一下花花啊，我听说据我了解，花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要很多个非常爱吃冰淇淋，对吧？哦，那太爱吃了，最爱简直就是。哎，那为什么那么喜欢爱吃冰淇淋啊？主要是他那个我喜欢吃甜的东西，啊，然后那其实而且尤其是夏天我喜欢冰的嘛，然后那冰淇淋就是又甜又可以解，就是那叫什么解暑，对，解热，然后所以每一次吃完之后心情就会特别好啊，给我们带来愉悦的感觉。对对对对。那平常都是什么时候爱吃冰淇淋会多一点吗？我这个不挑时间的，不挑时间，随时随地，随时随时，对，不管是，其实我不只是夏天的，一年四季我都吃。哎，我忽然间想到了花花的一首歌曲，哎，这个名字啊，就是我管你，哎，就是用这个话来说，就是我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对对对对，哎，我管你开心还是难过，我就想吃一根这个巧乐兹，顺便对花花来说一声喜欢你。然后呢，我不管天气寒冷或是炎热，我们就想来一根巧乐兹，不吃，没道理。对，是的，非常的有趣。那问题来喽，考验一下我们花花，真的是非常的爱吃。那么最多一天吃过多少根冰淇淋？我想想啊，其实在拍摄巧乐兹广告的那一天，其实还吃了蛮多的啊。十几根吧，至少得。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要打住打住。我觉得粉丝朋友们可能会说，哎，花花，因为我看到之前很多朋友在说，花花少吃一点冰淇淋，虽然爱吃，但是不能贪杯哦，因为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但我还蛮开心的，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吃，自己很叫什么，就是光明正大的吃。光明正大的吃，不是在家里面偷偷的吃。对对对。那最喜欢吃的冰淇淋的口味是什么？我其实都很喜欢。然后呢，比如熔岩巧巧，对对对，熔岩巧巧，对对，因为我其实我喜欢吃那个冰淇淋，然后呢带点那个巧克力味道，其实我就会很喜欢，非常浓郁的感觉。对对对，在口中化开来的感觉，对对对，非常的棒。而且关键字就来了，非常的甜。对吧？非常的爽。好，那看得出来，花花真的是非常的爱吃冰淇淋啊。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了，好不好？好。刚才聊了非常多挑战，直接来开启了这个游戏呢，就跟吃冰淇淋相关哦。哦，好啊，开心，开心，开心。那接下来这一轮的游戏呢，叫做花花花式吃巧乐兹。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送上我们巧乐兹的产品，花花呢需要拿着我们的产品进行花式的来吃我们的巧乐兹，而且呢需要为您来进行四连拍。哦，好啊。注意哦，一定是花式的来吃，任务完成，就算闯关成功，我们就会为您来送上我们的线索卡。来，先准备一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好，我们的巧乐兹已经来喽。好。哇，谢谢花花，谢谢。好。来看到啊，那么这时候呢，因为要为您来四连拍，我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道具哈，就是我们的拍立得了。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为大家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好不好？好的。产品颜值非常的高哈，这个就是花花最喜欢的熔岩巧巧，是不是？哇，感觉还没有拆开就很想吃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准备一下，我们想一下，需要四个不一样的场景或者不一样的动作来为我们来吃我们的熔岩巧巧。好，我准备一下，先思考一下，先给十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 好不好？先给十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那我拆开了，拆开来。好。好，我们工作人员来帮我准备一下我们的拍立得道具，好不好？来准备一下我们的拍立得道具。花花已经忍不住要吃了，是不是？等一等，等一等。我们先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要公平、公正、公开哦。我们所有的这个粉丝朋友们也要为大家来见证一下，花花需要四个不一样的动作、不一样的场景。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拍立得啊，准备一下，好不好？先想一下第一个动作啊。
先为大家展示一下，我先考验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第一个属于，好，看向我们的镜头，三二一，好，来准备一下，三，好，来准备，三二一，咔嚓，好，第二个来喽，准备一下第二个动作，刚才是比耶是不是？来，准备，三二一，是帅气的，非常的可爱啊。好，接下来第三个，第三个想一想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表情呢？来，准备，三二一，哦，是分享的，是乐于分享的。接下来就是不分享，不分享，自己吃，我只是给你闻一闻，炫耀一下，我有巧乐兹，你有没有？好，来，准备第四张，三二一，就是谁也别抢走，谁也别想抢。好，那刚才大家说花花这一轮的任务算不算挑战成功？如果觉得挑战成功的话，来刷起来挑战成功好不好？那我们刚才花花啊为我们展示的这个四连拍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的容颜巧巧，也在我们的下方链接当中啊，来为大家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容颜巧巧在28号链接当中。那么如果说啊，比如说您来到我们的这个店铺当中，发现这个产品是没有办法购买的一个状态，您也可以往下拉之后啊，在我们的这个1号、2号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可以来尝试下单一下。那么也是恭喜我们花花，就已经忍不住一直在开始吃了，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因为我很喜欢吃容颜巧巧。那花花，您觉得它怎么样？那我觉得它那个表皮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像我们拍立得照片。那么这时候先为您来送上我们第一个线索卡， 好不好？来为大家来准备一下，第一个线索来喽，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哎，花先看一下线索一，这个是什么？我要告诉大家吗？对，告诉大家，是一个套盒。哎，是一个套盒，这是一个文字线索哈。首先四个字，一个套盒，那大家也可以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属定制到底是什么。那也是再一次欢迎我们直播前的朋友们共同来到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的直播间。今天啊是我们527京东超市品类风暴日，那我们也是邀请花花来到我们的专场直播当中，打开我们的奇妙探索之旅。那这一轮挑战成功了的话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展示一下。刚才我们工作人员说，哎，因为花花今天吃的这个冰淇淋会比较多，就要不要考虑先放到边上，我们先休息一下。花花说，我要继续吃，我要继续吃。我以为是过了接着呢。非常的可爱啊。那我们那个照片也为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照片也为大家展示一下。来，当然刚才挑战已经成功了，那我们必然呢花花也是要为大家来送上我们这一轮的这个一波抽奖环节了哈。这一轮抽奖同样的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域来输入到我们这一轮的口令。这一轮呢我们依然是三个名额，这一轮要送上的是巧乐兹花花的签名海报一张，也是三个名额。我们准备一下好不好？口令来，巧乐兹容颜巧巧，刷起来喽！抓紧时间来输入起来。各位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哈，巧乐兹容颜巧巧，抓紧时间来刷起来了。那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花花来，我们工作人员来切一个近景，然后花花来为我们倒计15秒的时间，好不好？来准备一下，五、四、三、二、一，好，截屏。由上往下数啊，满屏无遮挡哦，那非常的可惜。第一位因为有遮挡，没有办法看得清楚您的这个 ID。那么第二位来 JD 尾号是 KYM 的朋友，恭喜。好，第三位是 JD 放星星的羊，恭喜。好啊，以及下一位红之雨之花，哇，恭喜恭喜恭喜我们以上的三位朋友啊，获得到的是这一轮的奖品。当然要记得去下单哦，记得要去下单好不好？来抓紧时间咯。那当然也是非常的恭喜我们花花拿到了我们刚才的第一条线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刚才中奖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恭喜，抓紧时间在24小时之内去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啊，给到相关的信息，您就有机会来收到我们的礼品。当然需要您在确认收货之后啊，具体的话可以详询我们的客服。那接下来我们又要来一轮挑战了，OK吗？好，有没有信心？有。刚才应该还是比较简单，对不对？对。
这一轮难度要增加一点哦。哦，好啊。OK 吗？那我们可能要换一个冰淇淋了，可以吗？可以吗？好，那准备一下啊。接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接下来是我们吃巧乐兹脆筒，而且呢是必须要吃到我们的这个脆筒的蛋筒部分，并且呢我们会拿一个分贝仪来测试花花吃这个蛋筒的我们的分贝是不能超过70分贝的，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呢？哦，好啊，可以。OK， 是不是？就是悄悄的吃，要静悄悄的。那如果常规的吃肯定不难，今天增加了难度。来，工作人员上产品。好，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的产品。这一轮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巧乐兹草莓乳酪加柠檬苏打口味的冰淇淋。我们看起来，哎，上面啊就是酸甜滋味，清香清爽，非常的清爽啊。那么这一轮花花也是准备一下，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小声的说话了，因为要准备上我们的分贝仪咯，当然不能超过70分贝。平常，花花吃这个冰淇淋会不会考虑到这个声音的大小啊之类的？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一顿猛吃，都是大口吃。大口吃，那今天我们要静悄悄的来吃，来准备一下我们的分贝仪。好，花花，那先从拆开开始 ，OK 吗？好。好。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这样说话的声音。我们已经到达了80几分贝，花花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呢？那应该。还算不是太难吧。难的地方在哪里？难的是我们的蛋筒部分，它非常的这个酥脆，所以呢您轻轻咬一口就能够感觉到满满的这个酥脆感。我们看一下花花能不能来挑战成功，能不能顺利的拿到我们的第二条线索。花花看到之后什么样的感觉？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口。对，因为它那个颜色也很鲜艳。对，然后就感觉看上去就很想吃，很想吃。先闻一闻好不 好？先不让花花吃，要诱惑一下花花，就哎呀，就是想吃，但是不让吃。好，再次强调一下，70分贝哦。那现在我们准备要开始了，好不好？必须要吃到我们蛋筒部分，低于70分贝才算挑战成功。来，准备，3、2、1，开始。什么？要吃到我们蛋筒部分哦！我现在说一句话啊，需要吃到我们的蛋筒部分哦。你看，我随便说一句话就已经超70了。来，花花继续准备挑战。好，再来一口，我来测试一下。哎，60几，再来一口，最后一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显示的是我们56.9，就等于说60分贝吃不到的。我现在终于可以提高我们的音量了。花花这一轮是完全挑战成功的，我觉得太棒了，耶！来，粉丝朋友们、火星人朋友们，看一下这一轮，花花又是为我们挑战成功了，怎么样，幸福吗？而且很香，很香，很酥脆，是不是？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为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一款巧乐兹酸甜滋味沁香清爽。这一款呢，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草莓乳酪加上柠檬苏打口味啊，我们的脆筒冰淇淋。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像我一样，一起往下滑之后找到我们的21号链接来查看一下了。哎，花花觉得。比如说我们吃这一款产品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是晚上吃还是下午吃，您会推荐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呢？我思考一下，觉得可能下午吃会不会就是下午茶的时候就来一个，然后就是可以给自己的叫什么精神充电吧。对对对，而且吃完会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对，满满的幸福感，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一个选择。下午的时候来一口，能量满满。那这一轮我们花花也是挑战成功的，是低于70分贝的。所以接下来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送上我们的第二张线索卡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线索卡是什么呢？哎，这一轮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奇炫。哎，是奇炫。
我觉得距离我们的答案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继续的发起挑战、OK 吗？好啊，好，好，没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这一轮挑战，我觉得会难度再一度的升级了，也是为花花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这一轮呢叫做心灵手巧，顾名思义啊，这个心和手要一起来完成一项挑战任务。那这一个环节呢，我们也是提前收集到了我们平台上非常多各个平台粉丝朋友们，我们的火星人想要问花花的问题，以及我们为粉丝朋友们呢也是准备了花花亲手扎的这个花束要送给大家。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完成两件事情，一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好啊，那么二啊就是我们的手扎花束啊。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上一下我们快问快答的问题，以及我们的手扎花束的道具，好不好？来，好，那我们的手扎花束也准备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各位想问什么问题，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来上我们的手扎花束。哇，这个手扎花束非常的特别，我以为是我们的鲜花，结果拿上来的是我们的巧乐兹的小笔筒。那么需要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边来完成我们手扎花， OK 吗？好啊，就是直接来放入我们的这个花当中。好啊，我们的这个道具当中。好，花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我3、2、1的时间要发起挑战喽，来准备，3、2、1，开始。好，花花最近吃了多少个冰淇淋？我昨天晚上还吃了3个。啊，今天现在已经吃2个，所以现在吃了2个，已经是吃了5个。吃了5个。好，第二个问题，写歌的时候会不会吃冰淇淋呢？会。会吃冰淇淋。会。第三个问题，考不考虑安排吃播呢？吃播可以啊，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第四个问题，有朋友问花大厨打算什么时候晒厨艺呢？晒厨艺等有机会回家了再可以晒。等到空的时候。好，第五个问题，有没有尝试用我们的巧乐兹来做美食，比如说冰淇淋蛋糕？冰淇淋，哎，这个可以，哎，这个感觉会很，应该会很好吃的样子。对，很不错。好，第六个问题啊，录完我们巧乐兹冠名的蒙汗之后，准备做什么呢？准备，该休息，然后把剩下的专辑的歌给弄完了。哇，这个大家也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了，大家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好，哎，第七个问题啊，这也是我本人比较想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玩恐怖主题的剧本的时候会害怕吗？会，我太害怕了。真的会害怕吗？每次遇到这种什么黑的屋子啊，然后就可害怕了，我太害怕这个。但是最后还是完成我们的任务了，是不是？非常棒的。对，但是还是一边害怕一边又要完成任务，但太害怕了。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花花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表现，好不好？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好，那我们第八个问题啊，请问花花在我们征单之后啊，有没有什么尝试的发色呢？发色啊？对。因为我最近染的是金色的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尝试染一个红色。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红色，非常的期待了。好，第九个问题，听到粉丝叫你宝贝时心里在想什么？刚才评论区也很多朋友们在说宝贝啊，花花这时候在想什么？很想回一句宝贝。每次大家听到了没有，花花喊大家宝贝哦。好，那第十个问题啊，哎，这个问题，巧乐兹甜还是黑莓球甜？太难了，就都甜吧。都甜吧，哎，确实都很甜。巧乐兹呢，我们吃完之后嘴巴里甜甜的，心里也是甜甜的，黑莓酒也是甜甜的，哇。那我觉得这时候花花是不是已经完成我们的手扎花的挑战了？哇，非常棒。来，大家觉得这一轮挑战是否是成功的？如果是成功的，我们一起在评论区。哇，花花有没有看到大家有在喊刚才说这个喊宝贝这几个字？好，怎么样，觉得这一轮是不是稍微有点难度了？这一轮有难度。其
需要一心两用哦，是不是？对对，一心两用还是挺难的。好，那我们也为大家来展示一下花花完成的这个手扎花哈，大家可以看，用上的就是我们巧乐兹的小笔筒。那我们巧乐兹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我们都知道花花也是非常的有爱心哈。大家都非常喜欢，包括也非常喜欢的，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一份。渴望与希望，对不对？那么我们都知道呢，今年啊，我们巧乐兹小笔筒呢跟上海的慈善机构啊慈善培训中心呢进行合作，每售出一盒产品就会捐赠0.02元，定向捐赠给我们自闭症儿童。我们巧乐兹呢是非常有担当也是非常有爱心的品牌。那如果说大家觉得非常的不错，或者说呢也想献出这一份爱心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抓紧时间去拍我们的小笔筒，在我们下方链接当中，您购买的产品呢，也是给大家送上的一份关爱，也是代表我们巧乐兹，代表花花，感谢大家献出的这一份爱心，谢谢。好，那这一轮的挑战啊，肯定又是成功的，对不对？那既然挑战成功，马上我们要为大家上线索，来看一下，花花，请看。好，哦，哇，吉他。哎，这一轮线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食物线索。忍不住想要来使用一下我们的吉他，是不是？那么这一轮我们的吉他是这个线索已经出现了，我觉得距离我们的答案肯定是越来越近了，对不对？那这一轮我们为大家来送上了这一轮的线索之外，我觉得马上要为大家来开启到的一定依然是我们的抽奖环节。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邀请花花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再一次提醒一下，如果说啊您刚刚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啊评论区一起来互动一下，上方的关注呢一起来点击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想玩？习惯了，习惯了。拿到之后，因为花花其实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音乐非常的感兴趣了，是不是？就开始来学非常多的乐器，我记得。哦，对，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学非常多的乐器。那在花花玩我们这个吉他的同时，我们再为大家带来一波抽奖环节。那么这一轮啊，要为大家来送上的是我们的花花同款道具，也就是我们面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宣传片当中，包括我们照片当中的魔方，同样的也是3个名额。那相信大家呢都已经看过花花给我们巧乐兹拍的这个广告了，是不是？我今天上午还特地看了一下，非常的可爱。巧乐兹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吃。那真的是我们现场拍摄同款魔方，非常的珍贵啊。来，想要的朋友们输入到我们这一轮的口令啊，这一轮的口令是巧乐兹小 V 筒，抓紧时间来刷起来咯。好，来看到大家已经刷起我们的这个口令来了。当然我看到有朋友说，哎，可能没有办法去下单购买我们自营店的一些产品，您也可以往下拉之后啊，比如说我们的0203号链接也可以来进行下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10号到29号呢，是我们自营店的产品，往下滑之后还有一些链接，您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下单了。同样的，再次提醒一下，这一轮您需要赶紧去下单哦，因为啊，如果待会儿抽中您之后，需要向我们的客服提供到您的相关的订单截图。是的，已经提醒过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前的朋友们，想要下单，在我们的1号到9号链接当中啊，可以进行下单。好，花花，来，我们准备一下要抽奖喽，为大家倒计时。好，哎，用我们吉他的这个声音来，5秒的倒计时，怎么样？这个电吉他它没插线，声音会有点小。好，那我就直接倒计时，好，五、四、三、二、一。好，由上往下数，满屏无遮挡，口令输入正确啊。好，第一位巧乐兹小 V 筒 ，Judy 小可爱，恭喜。哦，那么我们第二位花花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鲜肉这个桶是不是输入错误了？那非常的可惜哈，需要顺延喽。那么我们的第二位是 AMY 啊，二巧乐兹小 V 筒，以及第三位走心阳台。好的，恭喜我们以上的3位朋友，恭喜恭喜，抓紧时间去联系客服，给到我们相关的这个需要的信息，在24小时内给到。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直播前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在我们的29到10号链接当中如果没有办法购买，您可以下拉之后查看1号链接
到我们的九号链接，是我们的另外的店铺哈。您现在所在的是我们的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您可以点击到我们一到九号的链接店铺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好的，那么这一轮花花也是为大家送上了我们的这一轮的奖品。花花平常应该也是非常喜欢抱着我们吉他吧？对。非常的喜欢。就是吉他。钢琴都爆了，只要是乐器就非常的是喜欢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谜题也是越来越近了。这一把吉他，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谜题呢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哪一款是花花的专属定制产品。结合我们以上的线索再来看一下好不好。第一个线索是什么，来为大家展示一下。是一个套盒。是一个套盒。好，来看一下我们的线索二是什么呢。奇炫。奇炫。哎，线索三就在花花手中了，就是我们的吉他。吉他。好的，距离我们的答案越来越近了，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互动起来了。当然大家不要走开，因为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这个谜题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神秘的大奖。那这个环节就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喽。如果说您完成任务，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第四个线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规则哈。听说呢在节目里花花，在节目里也好，在我们平时也好，最爱的就是我们的冰淇淋。对，听到冰淇淋整个人都亢奋起来，是不是？对，那绝对不会把自己最爱的冰淇淋分享给别人的，真的吗？啊，不分享，我绝对不可能，不可能分享冰淇淋的。冰淇淋不要分，我要自己吃。好，那我们今天就要难一难花花喽。今天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我们的巧乐兹的几个产品一定是要分给由巧乐兹冠名播出的萌探二里面的嘉宾，一定要分给他们的话，怎么分啊？今天为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带到了非常多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先来听一听啊，比如说有我们的巧脆棒，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四个圈，有我们的炫玲珑，以及我们的姜撞奶蜜桃乌龙大脆桶，还有我们的这个深椰拿铁咖啡大脆桶，还有我们面前的这个小V桶，这些要分给大家的话会分哪一些呢？来，我们一起来先上产品好不好。先上产品。好，那这样子啊，花花比较喜欢的我们的这个巧脆棒，这个是第一个啊，非常的经典。如果要分给我们萌探二当中的嘉宾老师的话，会分给谁呢？分给丹丹老师吧。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丹姐她就是他和巧脆棒很像，就是最经典，然后最有实力啊。对，经典而有实力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舍得分出去了。舍得分出去了啊。考虑一下。好，那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四个圈。我们的丹奶加双层巧克力味的脆皮会分给谁呢？沙溢老师。为什么？四个圈，四口之家。哦，四口之家，哇，好贴心，好棒的想法。好，这个是要分给沙溢老师。沙溢老师听到了吗？要分给你哦。好，那接下来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炫玲珑，我们的冰淇淋，有我们的爱心形状，也有我们的这个圆形形状，要分给谁呢？炫玲珑啊。迪哥，杨迪。啊，杨迪老师，为什么？因为八面玲珑。杨迪老师来吃冰淇淋喽。好，那接下来我来看一看啊，哇，这个颜值很高。这个是我们的姜撞奶，对，加上我们的蜜桃乌龙大脆桶。那这个会分给谁？baby 吧。为什么？就是高颜值代表。高颜值代表，甜甜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来看一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椰拿铁咖啡口味的脆桶冰淇淋。分给谁呢？想一想啊。张一山吧。张一山，为什么？觉得比较内
内敛吧，比较内敛，比较可爱，对，可爱。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肯定是耀文了啊，对啊，这么耀文，对啊，因为他最小的弟弟嘛，啊，非常的可爱，就可爱，对，嗯，哎，但是我发现好像这个分完了之后哈，好像还有一只，哎，还有一只是我们的这个熔岩巧巧冰淇淋，这个的话分给谁？这个。我自己留着，这回是不分了，是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熔岩巧巧留给自己哈，那这个应该是为什么要留给自己呢？我目前我也最喜欢吃的是这个啊，对啊，就是，虽然我每个都喜欢，但我觉得这个会，它，我觉得它，味道比较，记忆比较，就是深刻吧，特别一些，对。比较的深刻，比较的浓郁哈。那么这一轮的挑战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的成功的，大家觉得挑战成功吗？如果觉得挑战成功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域哈，为我们一起来说花花好棒，好不好？一起来刷起来喽。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又要为大家来开启到刚才说的这一轮啊，就是花花问答环节。那么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由巧乐兹冠名的萌探二，好不好？好。那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萌探第一期的上线时间。接下来几个问题哈，首先想要问一下花花，大家说啊，你是为了吃冰淇淋才来参加探案的，真的吗？一开始梧桐找我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我当然肯定是我后来告诉我这个是巧乐兹冠名，所以那一刻我是真的非常开心，对，然后可以全程在节目里面也可以放肆的吃冰淇淋，所以是真的非常开心啊，对，非常的开心，就可以实现一个自由，什么自由？实现冰淇淋自由，冰淇淋自由，哈哈哈哈，想到就很开心，对对对，是不是？我发现啊，花花每次说到冰淇淋的时候，整个眼神都已经亮了，就很开心。对，是的。好，那接下来啊，哎，这个问题会比较刁钻一些哦。问题来喽，请问花花，觉得我们萌探家族里谁是最精明的侦探？最精明的呀，哦，其实大家都还挺聪明的，然后，比较有经验的话丹姐吧，对，然后其实杨迪也非常的每次都就是展现的非常的，就是大家都很听他的，很聪明，对，就是刚才跟我们这个炫奇的炫玲珑一样啊，齐炫的炫玲珑一样，非常的八面玲珑，非常聪明。当然，我觉得提醒一下哦，刚才看到我们评论区很多朋友有说到说这个二号链接，可能某些区域因为一些快递的原因，一些这个特殊的原因哈，可能没有办法下单，但是呢，你也可以等一等，好不好？好，那么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成了，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哈。请问花花，觉得我们萌探家族当中谁最好骗呢？最好骗啊！真的都不好骗。哦，真的吗？然后玩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聪明，虽然大家都很多带着很多套路来玩这个节目，录这个节目，玩这游戏，然后但是很难能把人骗到啊。对，对，分析的都太厉害了，对。真的是都是表现得非常的棒，很棒，期待一下，对对对，期待一下花花在我们巧乐兹冠名的萌探二当中的一个表现，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就要来了。如果啊，给花花一个选择的机会，你希望挑战哪一个经典的 IP 角色？我卡通人物都还挺喜欢的，动漫啊、卡通啊，都可以，对，都可以。你相信光吗？哎，可以啊，可以啊，很喜欢啊，奥特曼。没有奥特曼。真的吗？不可能。表情顺便是不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这个可以挑战一下，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第五个问题就要来了。拍摄我们第一期《萌探家有儿女》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呢？家有儿女印象深刻，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很虽然很有很多
搞笑的地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温情的地方。然后再就是一下把我带回到了那种就是年少时的那个记忆，对，然后就有一点就是感慨吧，感慨万千，对，很感慨，然后也挺感人的，对、嗯、对，其实也是非常的经典哈。嗯那当然这个如果说啊我们直播间当中没有这个礼盒，如果说没有办法下单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2号链接当中来下单。来，再一次提醒一下，比如说哈、啊，您29号链接没有办法下单了，对不对？您也可以下大华之后来查看一下我们的2号链接，也可以来进行下单。再次提醒一下哦，我们的10号到29号链接呢，是我们的这个自营店啊，也就是我们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当中的产品。当然，如果说您的这个10号到29号都没有办法下单的话呢，也可以查看一下，往下拉之后找到我们的01号到09号产品链接，可以自行的来进行下单了。那当然，刚才我们聊了非常多蒙探二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巧乐兹冠名的蒙探二上线的第一天，那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可以观看完花花的直播之后，也一起来去看一看我们花花在第一期当中的亮眼表现了。那因为刚才花花非常的简单的这个一轮任务又已经完成了，嗯，那为我们来送上我们的线索。哎，这一轮的线索也是一个实物线索，为大家来展示一下，是什么呢？棋盘。嗯，是一个棋盘。哎、嗯，大家也来猜一猜哈，这一轮已经4个线索为大家来显示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到底哪一款是我们花花专属定制呢？那当然，一轮挑战成功，马上为大家再开启一轮抽奖，好不好？嗯，没有下单的，没有办法下单的朋友们注意哦，我们的01号到09号链接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有些啊，可能是因为地区没有办法，因为快递的原因没有办法下单的话呢，也可以多等一等，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店铺啊，然后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9号链接当中，刚才花花说到的非常喜欢的，包括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系列的组合，也可以来进行下单，而且呢，也是为您带到了相关的这个优惠的，我觉得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赶紧去下单，因为您现在下单，我们稍后还会有这个抽奖环节，马上下一轮就要来了，嗯、对不对？嗯。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的抽奖，记得要先去下单，记得在稍后如果您中奖了，需要在24小时内联系客服，并且给到您的订单信息的。好，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的这一轮抽奖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啊，要为大家来送上到的是，注意听好了，重磅的礼品，免单一件。这样子，我给大家，包括我们给大家争取一下、嗯，因为很多朋友还想下单，刚才还没有来得下单。好的。我觉得给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下单可以吗？可以。好 ，OK， 好，花花，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来完成到我们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注意喽，这一轮现在是45分啊，8点45分的时间，您需要在我们下一轮抽奖之前，也就是8点46分之前完成下单并且付款，待会儿如果抽中您才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免单，并且呢是在我们1到29号链接当中的一件啊，一件，注意是一件哦，一个链接中的一件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没有下单，赶紧，花花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1分钟的时间，赶紧去下单。待会儿如果抽中您没有下单的话，那非常可惜，和我们这个奖品免单一件就要擦肩而过了。嗯嗯。所以花花来喊话一下大家怎么样，抓紧去下单了，加油。嗯，加油。好，那接下来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一轮的口令哈，这一轮的口令是巧乐兹萌探探探案。注意哦，巧乐兹的兹一定要答对，我相信大家这个难不倒大家。那这个萌探探探案，注意哦，是有3个探啊，千万不能缺一，也不能多一，大家口令一定要输入正确。那当然，如果说啊，您在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是在我们开播之后来进行下单的，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抽奖。还没有下单的，赶紧去下单。46分一到啊，我们一跳到47分那一刻，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来，如果已下单，赶紧输入我们的口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抓紧，最后可能只有几十秒的时间了。我们待会儿也是邀请花花来倒计时 ，OK 吗？好。OK， 好，准备一下。
5 4 3 2 1，叫乐兹蒙汗，五四，来，准备，是说那个口号，是5秒钟的时间了，好，准备倒计时，好，5 4 3 2 1。好，由上往下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抽取到的是几个名额，我们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哈，先检查一下大家的口令，然后为大家抽取到的是几个名额呢？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来，有请工作人员准备一下啊，为大家抽取到的是几个名额呢？我们来查看一下，免单一件啊，三个名额，由上往下数，第一位满屏无遮挡，那么第一位遮挡了，非常的可惜啊，第二位登陆离岛，确认口令数正确，第一位恭喜，好，来恭喜一下，来点音乐，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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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位啊 YOLAMBA927 恭喜恭喜，好，第三位接来天边黄昏，恭喜恭喜，口令都是输入正确的。好的，我们以上的三位，不知道您是否有在我们刚才花花为大家规定的时间啊，8:47之前去完成下单。如果说您已经完成下单，符合我们的抽奖规则，记得啊，要在24小时之内联系到我们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的直播间的客服，赶紧下方链接随意找一下啊，在我们的10到29号链接当中点击进去之后，联系客服给到您的相关信息，记得要给到您的这个下单的订单号，好不好？那当然还没有下单，错过这一轮抽奖的朋友怎么办？抓紧时间，还有机会，因为待会儿我们还有抽奖环节。好，那花花刚才已经闯关成功，我们的四关了，得到了4个线索，我们再为大家来回忆一下，好不好？花花，好，好，来看一下，第一个线索是一个套盒，是一个套盒。好，来第二个线索，奇炫，奇炫。好，第三个线索。吉他，在手上。好，第四个线索，棋盘，棋盘啊。那我们这个四重因素连起来，谜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29号链接，也就是我们的奇炫独家限定礼盒。来，有请我们上礼盒，上我们的29号链接。哇，很好看啊，好开心！我发现每次这个拿上冰淇淋的时候，花花脸上就开始露出笑容，然后眼睛开始发光，很想要吃，是不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为大家来展示，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奇炫冰淇淋啊，是高端巧克力脆皮冰淇淋当中天花板级别的产品，用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啊。花花，那我要来考你一下喽。好，作为代言人要考你一下。好，来快速的说出我们奇炫的3个特点。好啊，这个难不到我。奇炫全线100%甄选生牛乳，哇，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有这个比利时巧克力，比利时巧克力，对，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一滴水，哇，真的好棒，而且是基本上没有思考的就能够答出来，看来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啊。应该没少吃吧，吃太多了，吃太多了为什么要冰淇淋是花花的最爱了，对啊，是最爱。好，那当然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是为大家来准备到了，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您也可以查看一下。当然，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下单购买，或者没有办法下单购买，怎么办呢？上方的关注先点击一下，多多的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多多的来到我们店铺当中来查看一下。那花花和我们奇炫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也是为大家来准备到了我们3张花花的签名照，下单参与抽奖，注意咯，下单参与抽奖。那如果说您刚才已经有下单的朋友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参与，而且呢全场满199减100的这个活动福利多多，想要盖的同款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查看一下。那接下来怎么样，我们再为大家送一波福利吧。好，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签名照啊，花花的签名照，3张3个名额，同样的，这样子我们也是为大家截屏抽吧，这样子这一轮花花来想一个口令 OK 吗？好，那我想想啊，炫一口奇炫冰淇淋。哦，炫一口奇炫冰淇淋。大家抓紧时间输入到花花为大家想的这一轮的口令哈，想要得到花花签名照的朋友们，来抓紧时间来输入到我们这一轮的正确口令，炫一口
奇炫冰淇淋。同样的，我们也是截屏为大家来抽取，由上往下数，满屏无遮挡，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朋友，口令输入正确，就有机会来获得到我们花花的签名照哦。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下，给大家来输入一下我们的口令。同样的，花花也是帮我们倒计时五个数的时间，好吗？来，准备一下。五四三二一，好，哎，发现每一轮的节奏还都不一样啊，不愧是花花，由上往下数第一位，好，炫一口，哦，好可惜，第一位，来花花帮我查看一下这个棋是不是没有数正确，对不对？那第一位非常的可惜，就不算喽。第二位，我们来检查一下 ，Y118579Z 的朋友，来抓紧时间再给你一个机会啊，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恭喜恭喜，第二位 Y1185 的朋友。好，下一位，来，天宫才是你的极限，这一位朋友，恭喜。第三位，我们来再看一下花花，这个字是不是又输入错误了？那非常的可惜，它又不能算了，对吗？非常可惜，没关系，后面还有机会啊。好，下来下一位，张张张小白，炫一口，请炫冰淇淋。好的，恭喜 Y1185，恭喜天宫才是你的极限，恭喜张张张小白的朋友。获得到了这一轮的礼品，那么这一轮为您送上到的呢，是我们的花花的签名照。当然需要您啊，需要您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当然需要24小时之内去联系啊，联系到我们的客服，联系到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的客服。那我们来，刚才这个冰淇淋其实抱在我手中已经很久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我们的什么呢？哎，有我们的奇炫冰淇淋。刚才花花为大家介绍到的非常喜欢的这一款，就是说说出我们三个优点，三个特点，就是这一款，对不对？好，还有我们的接下来看一下下一款哈。另外的呢，选用到的是我们，哎，大家可以看到选用的呢是巴旦木碎，就是刚才我们花花说到就是口感非常棒的一个感觉为大家带来的。而且呢，大家看它的表面选用到的是进口比利时黑巧，表面呢是由我们的巴旦木碎啊，而且呢中间啊有一层是什么？听起来很好，来花花听我描述一下，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有一层非常非常厚的蓝莓桑葚果酱，里面还有一层选用到的是生牛乳做的冰淇淋，整体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丰富，要不要试一下？可以，因为其实这个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在于，就是它和别的冰淇淋不太一样的是，它是有一个这种就是那个叫小蛮腰，哎，对，是我们小蛮腰的形状，是不是很好看啊？对，那我们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好，因为光看我们的外观，可能不知道它里面到底长得什么样。来，直接来拆开来看一看我们的小蛮腰。哎，有没有发现这个形状？对，和什么很像？和什么很像？是和。这是不是和手中的这个是什么？是和什么像？你的线索，手中的这个什么很像？哦，和吉他有点像。吉他很像，非常的像。那我们稍微吃一口，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我还想说是葫芦像。都很可爱，至少因为吉他也是大家很喜欢的，葫芦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非常像。我觉得这其实呢，也是代表了啊，我们拿到的这个吉他线索，也是代表了我们花花音乐人的这个身份啊。哎，花花，你现在在炫的是什么？炫了一个什么？小吉他。炫了一个小吉他。花花吃了一口我们的这个奇炫的黑巧冰淇淋，炫了一把小吉他，非常的可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咯，最后呢为大家带来到的是，哎，这一款里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奇炫覆盆子波森莓口味的冰淇淋。哇，这一款也是非常的不错，它外层呢选用的是我们的比利时巧克力。来吃一个近景来查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好，那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哎，这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火红色的波森莓覆盆子果酱，这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喜欢，
是火星人的朋友们就喜欢红色的，我中间那层我就特别爱，我看到它我就啊好想吃，而且这个颜色、看到这个颜色我就想到了花花。那它的外层是进口的这个比利时的巧克力，中间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果酱，那么搭配里面呢是我们生牛乳的冰淇淋，双层的口感非常的好吃啊。那我知道啊，花花和火星人之间有一个昵称，就是什么花火，对不对？哦，这个你都知道。这个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也是火星人，我是你的粉丝啊。那而且呢，我也是有做功课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红火的奇炫覆盆子、波森莓酱，代表了热烈，就是我们盛夏的花火，也是我们所有歌迷、所有火星人对于花花你音乐的支持以及喜爱。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喽。好，那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除了我们奇炫波森莓代表我们的这个花火，那还想给大家来剧透一下好不好？我们的炫玲珑代表我们的这个棋盘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这个炫了一把小吉他，也就是花花现在手上正在吃的，就是我们的奇炫黑巧小蛮腰，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吉他。那这两个不仅仅是我们本次独家限定礼盒的线索，也是花花和奇炫合作视频的重要的故事线索。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个神秘的视频会在什么时候为大家来发布，会什么时候为大家来公布，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咯，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当然除了期待我们这个视频之外，今天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还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个神秘盲盒，这个盲盒呢还会为大家带来到的是什么，接下来马上抽奖了。那么这个盲盒当中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我手上的这一个礼盒，而且呢盲盒里呀还有一个独家未曝光的这个签名海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来找一找这个啊，花花在我们的这个照片当中，在我们的就在我身后，我找到了，就是花花手上拿的这一颗爱心形状的比心的炫玲珑，而且就是这一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这一颗。当然这一颗幸存下来的是什么？幸存下来，都告诉我，只能是不能吃的那种道具了。不然的话，花花应该已经早就吃了，早就吃完了。好，那这个啊，我们的盲盒当中就包含了我们以上的三个礼品，那同样的也是下单参与我们的抽奖，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下方的几个链接当中啊。如果说没有办法下单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1号到9号链接当中，现在其实很多产品链接已经为大家来刷新过，已经可以下单购买的一个状态，至少我这边看到很多产品是可以下单的啊。当然有些地方可能因为特说的这个情况，口罩的原因、快递的原因，没有办法下单购买，那您也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了。那接下来同样的为大家来刷我们的这个口令哈，我发现花花真的好爱吃，今天应该就已经吃了4-5个了吧，我觉得粉丝宝宝们，我们这个火星人们可能会有点小心疼了，不能再多吃了好不好，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可以吗？不行，吃冰淇淋跟嗓子有什么关系啊？保护好自己的肚子呢，应该没事吧，应该没事是吧？就是想吃，好吧好吧好吧。我看到评论说哎呀别管他，也有朋友说哎呀真的很心疼，那花花也要多多注意身体。好，接下来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这个盲盒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啊，首先盲盒里面带有什么呢？一张未曝光的神秘签名海报，以及一个拍摄的这个炫玲珑的新型道具，也就是现在我背后我们投送的这个花花手上的那一颗爱心的道具，以及我们的一号链接的产品一盒。那抓紧时间来输入到我们这一轮的口令，来这一轮的口令为大家来显示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显示一下我们这一轮的口令是什么。这一轮口令有8个字啊，为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一轮的口令叫做盛夏花火生而奇炫，4个字啊。这一轮来注意口令一定要字打对，因为刚才我看到有抽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这个字没有输入到正确，那非常的可惜。再一次啊，盛夏，哎，那就是这个盛夏，然后我们这个花火就是花火，然后生而奇炫的这个奇一定要打对哦，是这个奇啊，8个字。同样的，花花也为我们来倒数一下5个数的时间好不好？我看到大家都已经输入正确了，
来，花花准备一下，好不好？好，五秒钟的时间。好的，五、四、三、二、一。好，接听。好，来看一下啊，一共是有几个名额呢？这一轮啊，为大家神秘的礼品是一个名额。好，恭喜我们爱唱歌的小憨憨，恭喜恭喜！抓紧时间去联系到我们的客服，抓紧时间联系到客服。那我觉得今天时间其实过得非常的快啊，马上要接近尾声了。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花花的到来，那么也是为花花准备到了一个发发，就太激动了，太激动！今天见到花花真的很开心，来准备到了一个神秘的礼品，来直接上道具好不好？这个刮刮卡这样子，花花来送给您的礼品，您自己来刮，看看能不能刮出什么、啊、什么神秘大礼，好不好 ？OK， 我怎么刮？这个、我用这个吧，好的，这个的背后，好的，好的。好的好，来看一下，哇，刮出的是巧乐兹冰淇淋畅吃、啊，畅吃。所以这个的话不只是一天，也就是说这一个刮刮乐刮出的是5到12月由巧乐兹每月提供一箱巧乐兹熔岩巧巧产品，而且是每个月发送熔岩巧巧产品加装四盒，一箱有四盒，等于说是发了7个月的时间，怎么样？哇，开心哇，开心哎，开心，谢谢巧乐兹，而且今天来了很多的歌迷，然后也有喜欢乔乐兹的朋友，然后那我可以把第一份奖品送给大家吗？真的吗？确定？哇，真的当然可以。我发现花花真的是很爱护我们火星人，还爱护我们直播前的粉丝朋友们的，把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冰淇淋终于愿意分享了、愿意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花来为我们抽一下我们这一轮的这个终极大奖啊，也就是我们5到12月巧乐兹每月提供一箱巧乐兹熔岩巧巧产品，每个月发送熔岩巧巧加装4盒啊。来，我们准备一下，这一轮来输入到想要的朋友们，输入到我们的正确口令，我们来准备一下这一轮的口令。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不刷我们巧乐兹3个字 OK 吗？好，好，可以刷巧乐兹3个字，抓紧时间来输入起来啊，来准备，花花准备倒计时，我们5秒钟的时间，只需要巧乐兹3个字，赶紧赶紧来准备一下。好，倒计时，花花，5、4、3、2、1，由上往下数，满屏无遮挡，第一位输入正确的，哇，该死的心动 YYD 巧乐兹输入正确，恭喜恭喜恭喜这位朋友，抓紧时间24小时之内去联系客服。这样子啊，花花，因为刚才我们为您准备了礼品送给了粉丝，那我再给你一张刮刮乐。好、啊、哇，真的吗？好，谢谢。好好，来再来刮一刮，看一看这个刮刮乐当中是什么。好的。发现了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类似于再来一张的意思呀，巧乐兹冰淇淋畅吃啊，依然是我们巧乐兹冰淇淋畅吃、这样吧，这个我觉得花花要不自己拿着了好不好啊？可以吗？可以啊，太好了。好，刚才一份呢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开心是不是？好开心。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奖品就要送给我们花花了，今天怎么样，花花玩得开心吗？开心啊，超级开心，主要还是拿到了我们冰淇淋是不是？对，拿的是得了这个畅吃的这个券，然后还吃了爱吃的冰淇淋，就非常的开心。好，那这样子，花花在我们尾声为大家来送出一个祝福，怎么样？好啊，送给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也送给我们巧乐兹。好啊，首先很开心今天能够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吃巧乐兹，然后夏天到了嘛，然后可以解暑，然后对，多吃冰淇淋，对，多吃巧乐兹。好，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巧乐兹和花花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份甜蜜之感啊。那也是谢谢我们花花为大家送上的祝福。那在我们下播之前，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巧乐兹冠名的萌探二的这个开播的第一天、哦、对所以呢因为很多朋友都想看嘛，那为大家来送一波我们的这个福利，就是爱奇艺的月卡，所以是花花请花花
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去看《萌探探探案二》。好，中奖名额有10个，哇，这一轮很多。也是同样的，输入到我们的口令啊，口令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巧乐兹的“巧乐兹喜欢你没道理”9个字啊，一定要输入正确。那么为大家送上的是10个名额，爱奇艺月卡10个名额，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小乐兹喜欢你没道理9个字一定要输入正确，同样的也是请花花为我们来倒计15秒钟的时间。 好， 好不好，好，来准备一下，5、4、3、2、1。好，由上往下数，首先口令输入正确，这个因为有我们10个名额，我们一个个来对啊。杨啊，秦桑低绿枝喜欢你没道理，恭喜第一位，然后手一抖喜欢你没道理，好，第三位萝卜条条，恭喜。第四位初999，恭喜。啊，加油冲啊啊，恭喜。好，以上是1、2、3，一共是已经有5位幸运的朋友了。那可能还需要花花再为我们来抽取到5位幸运的朋友 ，OK 吗 ？OK， 好。好，继续来倒计时一下，好不好？5、4、3、2、1。好。哎，真的每次的节奏都是不一样的，感觉非常享受啊！来，还有5个名额，来看一下知名小能手，恭喜啊，华静怡，恭喜，公 LH1987，恭喜，好，以及 JD 尾号是5B7的朋友，恭喜，以及伊果宇啊，恭喜恭喜！好，以上的我们的10位朋友，抓紧时间，记得去联系客服啊，联系客服。客服怎么联系呢？下方链接当中，您找到我们的29到10号链接去联系一下客服。那今天非常的开心哈，今天希望在花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应该有玩的开心吧。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再一次为大家强调一下，是巧乐兹冠名的《萌探二》第一期的播出时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注，继续的来支持我们的花花，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我们的火星人们，每一个都可以探索新奇滋味，享受四方时事，也继续的享受巧乐兹给我们带来的味蕾体验和心情的愉悦，也是再一次继续的来支持到我们花花。花花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屏幕前的朋友说的？就是首先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感谢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直播间的邀请，然后呢也非常高兴能参加527京东超市品类风暴日，与大家一起尽情探索和吃巧乐兹啊，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花花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直播，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我们伊利冰淇淋自营旗舰店，也一如既往的支持巧乐兹，当然更要一如既往的支持花花。花花加油，刷起来好不好？那今天的直播先要和大家来说声再见喽。花花先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说声好，拜拜。